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也蛮清楚的，陈时中后面那些团队，就是2014年跟我的团队是很接近的。但是这样的，同一家广告公司，你知道，他推的产品不一样，在市场上销售的状况还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，你产品有问题哦，广告公司再厉害也没有办法啊。好，多大鱼有用吗？哎，给减了。